许多受害者试着说出自己被性侵的遭遇，却遭到身边的亲友否认跟指责，或者是被加害者威胁丢掉工作，或遭到更严重的伤害。体贴和陪伴能帮助复原，但沉默只会加重受害者的创伤。占星呀，请支持崭新复原计划，一起温柔陪伴每个性创伤故事，帮助被害者展开复原新旅程。